来到我们今日来到的翰林，五星草喷啊，是翰林啊，惠民 seven 啊，惠民 seven 啊，有道具机会哦，有没有那个五星草喷？有啦，选那只看起来像超梦的啦，你会不会打一道就下了？就不用回来了。我们获得了第一张菊草叶，里面有一只超梦啊，刚才排队看就看到菊草叶。我们用左边单手按，右边呢？要拿这个手机有点麻烦了，今天忘记带脚架了。有没有那只超梦呢？南斗士，噔噔噔，蓝二五二，可以可以，我相信可以的。超梦，熊姐熊姐熊姐，不错啦，有遇到就不错了，第一场遇到，今日的第一场来。单手冲刺，现在外面有点热热的感觉，那我们放个立招式，想象一下露奈亚在天上飞的样子，噔噔噔，下下下，绿国飞剑落地说，单手腕真的士气很低耶，280几啊，平移，是啊，一次都是没有。反击机会！哦呦，咬一下！右边有卖这个巨大化玩偶，拉普拉斯啊，一只1699，1699呢？前辈，没有，自己推啊！好，哦，这回去啊！是一颗超级球，哇，没有抓到男二了，继续努力吧。对战结束，怎么可能下啊？真的下了哎，真的下了啦！草喷超梦啊！哦，阿吉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没有。来了，我们从这个惠民 seven 啊，然后看人家草喷之后呢，跑来玩狙一个对战捕获，火一步，来吧，火一步，关键火一步没有，那我们选下一步好了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喷一下喷一下，玩狙哥真的很棒哦，这里还提供酒精呢，他现在狙场不用约了。对啊，弟弟你要不要报案？来来来，附近的宝可梦会是谁？绝对有火一步啦，另外一只是什么东西？小火龙，两只都火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派两只班吉拉斯来，一只班吉拉斯，对，再一只班吉拉斯，盘底班吉拉斯呢？班吉拉斯最近都在看一个 YouTube 叫做刘委员的旅行，他都到这个西藏啊。穷游西藏，感觉我们现在就在西藏里面，有没有这个背景？你有没有去过西藏？绝对没有。不会嘞，还不错嘞，还有蝎子陪你。班吉拉斯，我们班吉拉斯有跟这个杰拉奥拉打架过，你知道杰拉奥拉吗？啊，你竟然不知道杰拉奥拉？秒杀，啊，这个很强哎，双班呢，来哦。我们丢一颗什么球？这是排队球哎，大师球旁边都是在排队球，对，很讨厌的球。这个应该不会出什么交换机会。来了，交换机会。欸，如果换到的话就厉害了，耶，yeah! ，nice play， 30块换到一只梦想，哇哇哇哇，没事啦，开心就好了啦。是吧？有了啦，你应该进去了。超梦来了，兄弟，超梦，今日的最后一场了吧？超梦马上跑出来了，
左边超梦，右边菊草叶，我们派出的是赖克洛之马，佛晓之翼，进化之后变成了这个幽灵系，跟我们下一弹的佛晓之翼不一样，下一弹是超能力系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超梦 S 啊，对不对？冲吧，佛晓之翼！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伤害怎么样。转一圈，下下上按月华飞剑落灵秀。轻秒杀哦，胜秒杀，丢球了，太快了，超快。什么球？精灵球，大师球的旁边呢？到底是不是排队球呢？是排队球还是抓住了球？看来是排队球。会不会交换机会？哎呦！而且有大图呢？没有大图了。没有大图。小图。大叔，我计算，今天出现的第二只超梦会不会又下了呢？我计算，我是什么？喷彩怪。对啊，超梦，另外一只素材怪来了。干巴的呢？我们刚超梦的负伤哦，现在血量剩下一点点。佛晓之翼冲刺永远是最快的，这应该还可以再攻击第二次。有了，哎呦！再度秒杀，紧张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刺激！哦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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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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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都一局都一局，对对对对，恭喜恭喜！不会啦，恭喜你，赞啊赞啊！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Vuker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箱，各位拜拜。